为了向伟大的护理师妈咪致上最高的敬意，花莲美伦大饭店特地到门诺医院献上鲜花以及母亲节限定蛋糕，并推出了护理师住宿优惠、餐饮快闪优惠等等，希望能在温馨的五月慰劳护理师妈咪的辛劳。美伦饭店人员提着一颗颗的蛋糕及鲜花来到门诺医院，想在温馨五月母亲节前夕向伟大的护理师妈咪致上最高敬意。门诺医院扎根东部70年，用爱守护偏乡医疗，疫情期间白衣天使们更是日夜不休，在岗位上尽心尽力看护我们花莲人的健康。在国际护理师节以及母亲节前夕，作为门诺医院的好邻居，特别献上康乃馨花束以及母亲节限定蛋糕，向护理师们致上最深的感谢。为了欢庆母亲节，美伦饭店这次特别推出3种口味限定蛋糕，由美伦饭店副总经理卢博新一一交付到各单位护理师手中，并由门诺医院护理部督导蔡梅兰代表院方收下康乃馨花束，并回赠感谢状，场面温馨，简单隆重。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疫情都开始解编了，然后收到你们的小小蛋糕跟小小花束，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就是非常无限的一种肯定。其实也谢谢你们，就是在护士节的前夕可以收到你们一点甜甜的爱心跟美丽的花束，我们都非常的感恩。为了慰劳母亲辛劳，美伦饭店除了在母亲节当天西餐厅推出65折快闪优惠，在五月底前只要是护理人员预订房型入住时出示证件，就能享有平望日同价的超杀优惠。记者徐立勤，华联社报道。